大家好，我是蔡英文。2020年我们一起认真完成每一项挑战，2021年我们也要一起继续努力。在新的一年开始前，我邀请所有喜爱动物的好朋友，带着我们的动物好伙伴、好家人，共同推出了2021年的公益桌历，要用我们最有活力的笑容陪伴大家每一个未来精彩的时刻。同时有了你们的加入，我们也能够一起帮助更多的毛小孩和动物伙伴。相信2021年的大家都可以往希望的方向迈进，希望大家就是身体都可以保持健康，然后所有的医护人员都可以有机会好好的休息。2021应该就开开心心最重要。希望大家可以再多认识动物，多爱护我们的生态。希望2021呢，就是大家身体都很健康，然后世界能和平，新年快乐。希望马路上的浪浪越来越少，然后大家都可以很快认识到猫咪跟狗狗们有多可爱。2021小英公益桌历。用爱疗愈每一天。